这次对话练习是关于烹饪的。几个朋友在家里聚会，一边做饭，一边聊天，都是一些经常使用的句子。买那么多水果，太客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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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麻烦，顺路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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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好做水果沙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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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烧茄子要削皮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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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王，你去准备好醋和蒜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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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箱里还有啤酒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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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菜需要放一点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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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准备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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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红柿炒鸡蛋很容易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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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放一点白糖就更好了。要放一点白糖就更好了。要放一点白糖就更好了。我去把菜刀磨一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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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牛肉切成块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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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土豆也切成块。对，土豆也切成块。对，土豆也切成块。对，
土豆也切成块。再放一点胡萝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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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水开了，可以煮鸡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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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菜稍微放一点酱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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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食吃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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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蒸了米饭。蒸了米饭。蒸了米饭。小张，你喜欢吃中餐还是吃西餐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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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，都可以的。我只是不喜欢吃胡萝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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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用黄瓜拌个凉菜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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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豆腐怎么做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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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腐可以做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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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辣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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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一点没问题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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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马上就烧好了。
鱼马上就烧好了。鱼马上就烧好了。鱼马上就烧好了。饭做好了，我们可以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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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象形字，鱼，鱼在水中游。